黑粉那是我是彤彤，我是上次好吧，今天又是我跟彤彤的小约会啦，耶、yeah. 礼拜三就是我跟彤彤小约会，本来我中午就想要跟彤彤来，但是彤彤说他想要上课后班，所以我们就晚上来，因为上次我们讲说我们可能不会再拍假零食，但是彤彤说他想要再玩玩看，这一间叫做沙发马铃薯，他说很好夹，听说你去哪里看的，秀子说很好夹、喔、但是我看评论好像没有很好夹、欸、我看试试看呢，我看 Google 评论好像不怎么样，那不知道就夹夹看，好马上进去 Go。那谁要先呢？我要去夹我的卡皮巴拉。那我们今天赢的人一样奖金500块，但是如果你输的话，你要负责打扫家里。嗯。OK， 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第一个要夹这个卡皮巴拉，这是最近很流行吗？太强了吧！一次就中。10块出货，这是什么？疗愈小物吗？那这学校应该会被骂吧？很吵。这次要夹卡皮巴拉，卡皮巴拉应该比较难夹。Nope。这是一个吊饰吗？还是 ？Nope。应该可以出吧？算。我从外面看小小一间，可是在里面还蛮深的。对啊。那种电风扇，一人限夹3个，它是不是很好出货？不一定哦，因为夹子比较大。Nope。应该不会好出货。这应该要甩，不要甩。Nope。甩爪下去。你说这样吗？对。Nope。要水卫生纸，你拿手的吗？但是这个摆的好像有一点难，应该可以吧 ？Nope。感觉再碰一下就掉了，好像可以。啊，完了。Nope。啊。好了，目前只有1分了、喔。完了，没了。Nope。要卡住。Nope。哇，脚早开哦、喔。一次成功。Nope。目前只有1分呢、欸。那夹上面那个角落。有机会。Nope。哎。哎、欸。怎么夹的？勾大杯。啊，收出来了。爸爸，如果我等下没夹到薯条的话，你要带我去买薯条。买真的薯条是吗？对。投出来，哎，有机会。哇！20块。我怎么看大家来都是夹娃娃，很少夹零食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夹。不用了，可是娃娃很难。有了，甩到后面去。你最后3分哎，今天闹赛啊，我这样随便都赢了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不要夹娃娃。哎呦，差点滚下来。20。剩多少？剩多少？6。算了，你最后3分。他比起来，我是看。你是看哪一支影片说好夹？哎，有机会，30-40，不死心要回来了。Nope。要认真吗？要认真。Nope。是真的夹不到你。酷若明。Nope。哎呦，快掉下来了，对吧？没钱了。我帮你排档位。所以彤彤今天只有3分，3分太多了。OK， 玩吗？等一下再玩吧，我先拍吧。好吧。OK， 接下来换我，彤彤今天真的大老三。老三，你刚刚那个香味，我直接帮你弄出来。爸爸，你帮我夹大耳狗跟胡萝卜。对。出来。出来。没了，回去了。大耳狗太里面了啦。那你夹你想要，然后结果就出来。好，帮你夹这个看看。我要卡皮巴拉哦。有点难度。哦，保夹。是保夹吗？
100元保夹啊，我刚刚就夹很多啦。是吗？那我们两个是保夹把它弄出来的。我来加个牛奶，喝牛奶。哦呦，哦，差点滚出来，差点这样子堆哟。出来了，马铃薯专用。出来了啦。哇，好难，糟糕，我一分而已。你那应该简单吧？这夹子太开了，我们今天影片都没有出花就不好看了。来个卫生纸吧。哦，是快出花。我拿夹那个角落，然后让它直接倒下来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可以。要吗？再来一个。抓到诀窍了。哦，我太强了吧？再来。加油，祝您中奖。哦。我只能会夹卫生纸。现在来排，现在来排。我今天夹这个卫生纸很有信心的。动了。我要夹卫生，我夹用，快点。那我今天都夹卫生纸，然后没什么好看的。对啊。然后再夹一包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那么厉害？爸爸，我们去夹卡皮巴拉。有没有看到我的实力？有没有看到我的实力？好痛哦！哎，你夹这个。这个太难了吧？好，夹看看，好手台哦。太难了吧？啊，不行，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好吧，有点重量。这个或这个。好，夹390，我来试试看。你夹一个试试看。哦哟，好吧，他说要帮我摆，把它挖出来。应该是抓。我抓脚看看。好，你抓脚，然后那个再倒过来。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对，就是想要这样，但是只剩10块，你可以吗？只剩10块，我不知道，直接捏他的脚，啊，没了，结束。你赢了。今天战绩非常的烂，我觉得没有很难夹、啊。我想要口皮巴拉。没办法，夹不到。哎、欸，我只有夹到卫生纸跟这个而已。对啊。今天有点烂。就你啦。哦，这一个吊饰的，哎、欸，这样蛮可爱的。看有一个客人说要给同城玩扭蛋。哦，看你抽到什么？3次券。刚刚那个哥哥再送你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哇，谢谢谢谢。三次券。哇，又3次券，太好了吧？那哥哥给彤彤夹了2次扭蛋，他抽到了2次3次券，所以总共有6次。好了，彤彤的机会来了，希望你可以。有机会吗？包起来。啊、你还有3次机会，前后前后甩，前后前后甩。哦，哦，哦，你得到了。就是那个这一台。这个。嗯，我想要夹这个。大的吗？大的应该比较难一点，你可能要先花掉一次机会把它勾出来才有办法。但是有可能会往内甩。对啊。试试看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要夹到就好。可怜啊，你二手你也给我二手好一点吧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你夹这个就10样，你可以再抽一次啊。嗯，哦，对，好去。那刚刚夹到一个，这样可以算10样吗？好，可以。好了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谢谢。真宝。又3次。帮我夹到的贝兔。咱们再来一圈。有了吧？哦，在我们完全没有钱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次夹到彤彤想要的了。这是什么风扇吗？对，两种都是风扇了、哦。对，有电了。好了，走了，开心了吗？开心。因为你抽到3张3次券，就等于9次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到家了。我们加了几包卫生纸呢？5包。3个卡皮巴拉，然后一个怪东西，这个不要动，很吵的东西，动物园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再来是一个很热的薯条，那还有一个库洛米的置物架，这有附双面胶，然后就粘在墙壁，然后挂上去，可能是放在浴室吧。我们要买麦当劳，等一下，你现在不能吃哦，你要打好家里。哦，好 ，OK， 一口。开始打扫。